美式足球老将小弟弟八卦缠身。美式足球传奇布莱特法佛这几年来数次退休又复出，还背叛绿湾包装工队去敌对打球，让中心的粉丝心都碎了。两年前，花花公子玩伴女郎珍妮史多杰在法佛新东家纽约喷射机队当记者兼亲善大使。据体育网站爆料，法佛在珍妮的电话留下暧昧的调情语音，珍妮觉得很恶心。更夸张的是，已当了外公的法佛还拍下自己的小弟弟用手机简讯寄给珍妮。一位女按摩师也跳出来指控法佛性骚扰，说法佛爱瞪着他的屁股看，还传露骨简讯给他和另一名女按摩师。美式足球联盟目前还没决定到底这些性骚扰传言是否真实，还到底应不应该处分法佛。不过法佛可不是第一个名人因为性丑闻而名声不保。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